就发挥出来。 OK，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拳皇十五钢头娃杯春季线上赛总决赛冠军争夺战，一批广东小孩，二批广西合石啊。这个版本是全方位的削了一下，打一个抢三局啊，因为何池是败德组冠军，他要赢小孩要赢两个抢三，何池小孩是胜德组冠军，他只要赢一个抢三他就拿到冠军了。今天晚上冠军是8000啊，8000，亚军是4000啊，奖励还是差距比较大，这样的话也能更加激发选手们的斗志，谁能拿到8000块，你猜是小孩还是何池？何池这边的话是想选了，何池选择了德罗里斯啊。抢空的判定也变了。哇，跳逆向，轻腿压逆向，很功了，带一次零头。你看啊，过去这一下子这点血挺疼的啊。但是现在看来，您妹被削弱了，对，您妹被削弱了，因为在上个版本他晋升了下轻腿两段之后，花了很多心思，是可以打高伤的连段的，但是这里下盘轻腿两段就伤害非常凶的非常大了。角落的压制效果不错，小奥库拉抽到下盘的机会，保证自己的优势。哎呦我去，哎呀，这个战地还是慢了点儿。哎呦我去，老二的下盘防守，老二临阵换将了。但是打的还是可以的，对吧，朋友们？这个前冲升龙都能打出来，我真是服了。哎，呦，这个升龙堵的，哎，但是小孩这里也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啊。想用重脚起打大伤害，但是远了。那还是打得很疼啊！齐家哥在角落里乱动被打，这个推兵好烦，摸下盘没有摸中。哎呀！说实话，小孩在这一波的算计当中稳稳的了，大家怎么看，朋友们？库拉已经准备打一挑三了，老二的洛克好难受啊，这一格血的第一个人就硬生生的翻了第二个之后，这还要穿三。哎，还真的有可能，现在就有点一鼓作气要往前冲的感觉了。何池现在非常难受啊，手里只有一个洛克，而且血已经不多了。哎呀，老二这个总是喜欢这个长途跋涉来出一个指令头啊！你这怎么追怎么都是被打，所以说很烦啊，真的很烦。1-0了，现在小孩的赛点局不是赛点局，小孩再赢这把就赛点局了。难道说老二要上演跟上一把打大表哥那个机会吗？有一点啊，这泥妹你看被压的时候，哇塞，库拉这两段拳其实他已经骗到 了但是库拉这两段拳怎么这个向上判定这么厉害呢？嗯，是的，他不厉害啊，想杀了小孩，对，回血又回到满血了，搞不好又要一挑三了。确实影响很大，确实影响很大。好，我靠，跳飞机破了一方 ES 落点梯，跳重拳压力下再下轻拳确认慢了，小孩小升龙雀板，哇，这起身凹凹，这是抢招啊，不是雀板。对，哎呀，怎么打怎么有小孩，可以，还行。这波我真的觉得他有时候放手一搏的这个效果打得很好啊，就是那种拼命压制。但是你看现在小孩其实防守反击端也是做得特别的到位。对的，哎，如果再穿一次三就真的有点。恭喜南渣挣到了13级粉团，南渣13级粉团了，感谢支持。好了，现在来看一下小孩对战何池的洛克。老二界的一要被一挑三吧，小孩的龙眼梯越来越稳定了。完了，老二现在只剩下七哥，咱们现在不要想赢的事了，先把这个库拉干掉。对，老二这里暴气顶点取消，拿下这个库拉，想打老子一挑战做梦，老二怒了，好，这里别说20000了，20000欢乐豆也没有了。哎呀，小孩还他一套顶点超杀，你敢用这招打我，我得还你一个顶点。这是刚才顶点打顶点，看到这个完了完了完了，老二现在真的是没有戏了，咆哮了，小孩再点局稳了。就是刚才你有多兴奋，八神庵来了，来看一下八神庵，这里
衣服颜色换了，打了一晚上白衣八神，这里换了一个。先逃出来，可以的。好，小升龙雀板。哎呦，漂亮！在这个地，按过手加青眼银之压，那么现在在摆面压制。回报真的很大呀，对的，回报很大，而且这个 CD 他放这个慢波，你看到就比较防住，就跳不起来的。哦，啊，换了一个颜色，这是要给他来个幸运色吗？曹弟弟，他那个帧数野生龙，哇，真的给力啊！有他与众不同的地方。对 CD 这个版本八神也是一个加强。哎呀，完了，没了。加强不加强的人已经没了。没了，嗯，也就是说之前这个库拉呀，说实话，真的有点难搞，挺讨厌的这个角色。库拉的厉害在于他的，只要给他近身下轻咬，那么后面就是一条高伤的小连段，连段太多了。但实际上库拉，你像在他们高手手里用的话，很已经很全面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又来了。库拉，我觉得这个角色的很多技能点到就是飞啊。对，小招随便带连段。对呀，下臂随随便便捅你一炮就是很高的一个伤害。其实你看今天何之又想又是远距离抓子灵头，神就发挥了一把超神，一挑三了。老二，老二说我投降输一半行不行？小孩投降输一半取消，就是确认到一个必死，日子不过了，这不能忍了，真的看不下去了，我真的现在就这不能被穿三呀，不行，我上吧，老二，我上，而且推板能力超强，这怎么没有开 PC？ 还有四条气，因为 PC 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导师现在确认就更加的厉害了。这个对对，他今天这个升龙简直就完了完了完了，所有的漏招都给你抓了，这里打不死，还有一波机会，小完了完了完了，没有机会了。剃头老二拿了冠军。